一二三，杨家村，我来娶你了！掌声走！看到了吗？什么想要跟妈咪讲的、啊？妈妈，你辛苦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每天帮我们做晚餐，然后送我们上下学，谢谢你。嗯，那你嗯。妈妈，你那个妈妈你很辛苦，你每次全部的碗都要给你洗，然后家事全部都要给你做。妈妈，我们长大要帮忙。真的、哦？嗯。啊，可是他都是用洗碗机，不是吗？啊，也是有自己洗的、啊、对不对、嗯、那除此之外你们还要讲什么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妈我爱你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嗯，还有吗？有没有什么心里的话想要跟妈咪说的？妈妈每次都会帮我洗澡。 嗯， 嗯，然后呢？哦，有、嗯、就是呢，下次打人的时候出手小了一点。嗯，那、啊、你都自己不听话还敢讲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想跟他？还有我们生病的时候要照顾我们。嗯，他都会很帮我们做事情。
好，那我们来一二三说妈妈我爱你哦，一二三，妈妈我爱你，十周年快乐啊，再次一二三，妈妈我爱你，祝你们结婚纪念，对，妈妈我爱你，祝你们结婚十周年快乐哦，来，妈妈我爱你，祝你们十周年，不要，祝你们结婚十周年快乐，要一直幸福哦，好，再一次，妈妈我，好来，刚刚对啊，来。妈妈我爱你，祝你